庆瑞出生就是在那里出生，他我们搬过去没有多久，他出生。这个房子对我意义来讲是很深，在整个人生过程当中哈，可以说很重要的一个阶段。我还蛮常去看他的，就在那边看一看他，然后就回来。すごく夕焼けも綺麗で、その時のキールの夕焼け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ね。昭和21年の12月にここから帰りましたけど、引き上げ船がリバティ船が出る時に、みんなはもう船にちゃんと入ってたのに。流水依住的住宅，这个流水依住它非常的有钱，所以在这边盖一个豪宅。然后这个豪宅现在在台湾应该是非常的。つまり、まあ手仕事の温かさ、手仕事のぬくもり、あるいは職人が作り上げた心を込めた形、美しいと私は感じます。どんなにひどい状態まで傷んでいても、この建物が大切だ、これは価値があると思ったら、何としてもそれを修復して再生しようとする。これはキールンの政府と、それから人々の強い意志を私は感じました。经验是旧的，就是我进到这个空间，它让我感觉到它的氛围、它的纹理。它的空间的质感，还有我对于这空间的感受是旧的，可是呢，我可以用新的材料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旧的经验，能够再重新建筑，对你们很好，对我们更是一种很深的一种回味。当他们之后进到这个房子，他们会有一种回到家的一个感觉。